雪宝跟李郎，你会比较想哪一个？好好的。所以我给你一次决定，你要不要换？不换。不换。哇！今天会有非常多从以前到现在在岩鞘部落看过的村民们齐聚一堂。你觉得龙俊说会帮忙吗？会帮啊！不知道从哪里帮你啊，我怕我碰到忙。大哥爸，你去把圣诞树弄起来，我们要来过一个美丽的圣诞节。我帮到忙了吗？你目前一个忙都还没帮到，去弄圣诞节的东西啊，装饰起来。龙俊说要帮忙哎，龙俊说要帮忙哎。要吧？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没有了。没有啊，怎么会这么？还是季节还没到。我觉得很酷是你昨天就丢一个坐标给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跟着一个坐标然后来到这里。他说来地址给我，来坐标给你。对，我还迟疑一下，但是我既然答应你了，我决定就来吧。原来第六个艺人是陈玉荣。陈玉荣，我收到一个神秘的坐标，就随着他来，一路开了三个小时就到这了。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而且大家一直跟我讲说你在哪，那我到坐标了。我说那边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可以吗？可以吧。你知道有喷灯吗？二十一世纪，我们用舒服一点的方式。别闹了啦，今天有这些东西啦。刚刚就在山下买了这只。他就想说开上山要一个多小时，他说哎、欸，那正好，直接在后车厢先把这个鸡淹了，真的假的？对，淹了一个小时。后车厢打开就开始淹啦、啊。那、啊、你鸡放哪里？放后车厢啊。真的啦，如果刷蜂蜜，你烤太久会不会因为烤太久这种糖的东西会苦掉？当然会啊，所以我一直在那边顾美，你们在那边聊天。我觉得你顾着火箭炉顾一整个晚上很好笑。我顾到我整个人都冒烟冒成这样子。你还没放松哎、欸。讲实话，讲谎话。讲实话啊，兄弟。对啊，我觉得蜂蜜不适合。蜂蜜不适合，这家太甜。还是试试看那个、啊，试试看别的部位啊，因为它鸡翅这个位置啊，它烤它融化，它就是卡在这里，就跟汗一样，汗一样。所以我觉得你要试试看别的地方、啊，那边剪掉，找靠那边剪掉啊。懂我意思哦？剪掉，剪掉、啊，懂吗？老板，我要鸡屁股。我这把拔起来，我这把掉。哦，你摘下下面那个汁，看一下是有味道、啊。你在吃屁股？有吗？下面汁有味道吗？哎、欸，我们这是老实话哦。那、欸、好吃哎。可是我觉得可以再咸一点，可是我都知道咸。我觉得不如这样子好了，我觉得在上面加一点昆布盐，可能就完美了。我觉得昆布盐来撒一下，是有甜的，是有甜的，太甜了。对，都是甜。然后应该讲对，没错。今天呢是圣诞节，我们要来扮装。扮什么装？来，这个准备一下。圣诞老公公、雪宝、麋鹿、Elsa、圣诞树、拐杖糖，有我的帅师吗？大雁，如果你用拐杖糖，会像什么呢？那个虫虫危机的那个。还有今天的大魔王。因为有圣诞老公公，就有圣诞女郎。你们有去想过像我这种偶像系的艺人，我没有办法穿这种衣服，我们有没有退路？有，我觉得全部看起来我都不想穿。毕竟他们也是那种，你用错，我是这样。我是有做备案的。动画吗？备案啊，是吧？你想真的要玩哦？毕竟我男团出身的。我不是男团出身的吗？哪一团？我色克斯哎。大家男团吗？男团吗？男团啊。可以。这样可以什么？你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你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什么叫可以？我不想穿那一套吗？你要换吗？我可以看一下长什么样。我现在比较在乎他的感受，你穿一下吗？先借我看一下。你要穿，全要穿，你要穿啊！所以，然后可以。哇！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的很无聊哎，就没有什么爆点。不然这样子。你唱一个应景一下、okay. Merry Christmas One, Two, Three, Go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不好意思 我待会去教育一下我待会去教育一下雪宝跟李郎你会比较想哪一个你想要雪宝还是没有不然不然这样我爱雪宝我绝对也是爱雪宝错我爱女郎可我不想成为女郎我也爱女郎我希望你是女郎，因为我爱你。他要爱你，没有，因为你是大哥，好好的。所以我给你一次决定，你要不要换？我不换，我不换。三、二、一。我们先问一下瘦子陈玉荣，你要换还是不换？换什么？换女郎的服装啊！哇！想得美！不
也想看。很漂亮啊！不要，不用起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你要有一件事情要让我们服的。可以，你说，你们说。第一个，今天 MJF 快七点呐，最多快七点了。我也想有公司说要帮我剪掉，你别公司啊。你还是要有一个突破自己的表现，就比如说像这样子。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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